我回来了，依依，我回来了。 牛奶，以后的路我会像你一样陪着他的。怎么是你啊？还好有我。 看见苏怡把你弄成这个样子，我就生气。我好不容易放弃了，他倒是珍惜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就是替你感到委屈。你什么事都替他想，什么事都顺着他，他怎么这是？我理解，他做什么我都理解的，包括离开我。我怎么这么瞧不起你呢？ 之前以为人家死了，苦苦的等待，现在人就站在你面前呢，你倒是上啊！算了，过程我也不知道，我也就不评价什么了。别人失恋可以哭坐一天，几天都行，你不行。给我回公司，走了。明天，我明天一定去。明天一定啊。